阎良，位于西安东北部约50公里处。战国时，曾为秦国都，是著名的商鞅变法之地。这个总面积不到300平方公里的西北小城，逐渐集飞机设计、制造、试验、试飞、教学研究于一体，因此被称为中国的航空城。2007年，大型运输机项目悄然启动，阎良又一次在历史节点中成为了当仁不让的主角。中国数代航空人研制大飞机的梦想从这里迈出了第一步。整个这一个工程，我感觉就是像一次长征。我们都知道，在整个长征过程中间，你会有无数的恶仗要打，你要躲过无数个看似平路的这种陷阱，但是真正有多少我们是不知道的。这是中国航空史上规模最大、难度最大的工程研制任务，这注定是中国航空人一次壮阔的出征。5年首飞，8年交付，是对研制时间的要求。美国 C-17 从方案确定到首飞用时14年，俄罗斯的伊尔76用时11年。在国内技术基础薄弱、配套体系不健全、大型复杂工程管理经验不足的条件下，这看似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一类的飞机给我们带来很多挑战。从技术发展的角度上来说，从工程发展的角度上来说，有很多它是在前面的基础上不断的提升的，有很多是循序渐进。对我们来说，这个跨度还是相当高的。从几十吨小飞机跨越到200吨级大飞机的研发体系，使得研发难度剧增了几十倍。这将是对中国航空人和国家工业体系一次极具挑战性的严苛大考。当时候呢，是3条线并行，1条线按照程序规划的型号研制，另外叫关键技术攻关，再一个重点工程问题的解决，总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总要有趟一条新路的这么一种。5、60种之多。唐长虹，1982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空气动力学专业。他质朴而坚韧，忠厚而睿智，热情而谦逊。在院士中，他是小字辈；在大型运输机研制团队中，他是老大哥。设计伊始，总设计师系统依据大型运输机工程的设计要求，树立出了6大项关键技术、2大难点项目，以及400多道技术难关，辐射出的新技术体量和技术难度前所未有。机翼是决定飞机性能的最重要的部件，先进的机翼气动力设计技术将决定大型运输机在同等重量下能否
载重更多，高飞远航。超临界机翼设计，相比传统机翼，可以减小飞行阻力，节省大量燃油，在大型运输机研制中还是首次应用。到形成方案的时候，这里经过了很多计算分析，这里头每次计算分析都是通过迭代来完成，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风洞实验，通过风洞实验我们发现的问题然后再改进来，真是要做到万无一失。大型运输机的气动力试验和第一次选型试验就是在这个风洞群里完成的。一架好飞机不仅要有出色的飞行性能，还必须兼顾好飞好用。电传飞行控制技术是现代飞机的另一项核心技术，也是飞机先进性能的重要标志。为了攻克这一极其复杂的操控技术，一飞院和自控所等单位组成了联合攻关团队。运输机来说，这个咱国内是首次，但是咱还是要奔着技术上往前要跨越一大步，还要考虑这个飞机咱们在后面要服役几十年嘛，所以还要考虑它的先进性，选电传控制。大型运输机的单件空投重量达到几十吨，载重量突变的瞬间，飞机重心将如何变化？对飞机的稳定性、操纵性将产生什么影响？控制系统怎样保证飞行的安全与稳定？其中，控制力设计又是电传飞行控制技术的核心和关键。此时，27岁的飞控设计师黑文静，承担起了大型运输机电传主控制力与攻关的领军角色。大运研制之初，我们就将飞行员引入到我们的设计里面，啊，所以我们就是白天把我们的这个想法，哎，这个大家讨论出来，晚上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算法，我们不断的迭代，借助填料台进行。大型运输机研制全面铺开之际，两种系统发出一道命令，不再发二维图纸，
型号全线转到数字化三维设计制造上来，谁不达标谁出局。但是要想在遍布全国的各参研单位中推行全面数字化，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可以说当时大运几大生产厂家没有一家同意的。因为什么呢？这个不仅仅是如果要上三维全三维数字化这种设计和制造的话，包括工人在内，工艺员、检验员他们的技术水平都要大大的提高一个台阶才行。所以说当时这个反对的声音非常大。从观念的彻底转变到各大主机厂完成培训历时3年半。至此全三维设计制造技术真正实现了大型运输机研制全范围设计制造和检验的一条龙。在自主创新的信念引领下，大型运输机及全国的优秀人才先后组织国内近1000家单位完成长寿命大尺寸结构件设计与制造的技术攻关。大功率长寿命高可靠性机载系统的跨代研发，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研制以及先进试飞技术，大规格材料体系构建等大飞机关键技术的阶段性突破。当玩命也完不成任务的时候，只有创新。创新一词始终贯穿大型运输机研制全过程，成为航空人的共识。大型运输机总设计师系统跳出常规路线的思维，试图通过设计手段的创新缩短研制周期。
N3 维设计制造技术，数字化异地研制平台，坚定了大型运输机研制的数字化、信息化之路，让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实现两化融合。大型运输机项目正是沿着这一条路走向成功。大型运输机的信息化建设和数字化技术创新，不仅有力保证了型号研制的节点，同时推动了中国数字化设计制造技术大踏步前进。按照国际航空界的惯例，新机的新研制成品比例一般不超过30%，而大型运输机的新研制成品比例超过了90%，这对控制技术风险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此，造一台与真实飞机完全相同的物理样机，增强自信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定做一个样机，它和飞机是一样，甚至比最终的飞机还有很多特殊要求。做出来的话呢，就不是看了。的各级领导和同志们，所以大家都是在以一种这样的状态在为大运在拼搏。一飞院在7个月内发放三维数字模型数万余个，技术条件数据量超过200G。按照计划，物理样机将于年底之前完成整机集成。寒冬时节，各参研单位上百人在这个庞大的尚未完工的厂房中艰苦作业。我们的研制团队的人员在霏霏的大雪中转运我们的设备，转运我们的部件，在寒冷没有取暖条件的一些设施里面安装调试装配我们的物理样机，这是一个庞大的投入。2009年12月25日晚，大型运输机物理样机集成完毕，总装厂房灯光全部开启，如同白昼。大型运输机第一次如此真切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当时你知道，那么大个飞机放在我们样机库里，就相当于一个小房子住。迅速开展了大量验证工作。
飞机在飞行过程中，鸟的破坏力是惊人的。鸟撞飞机是世界性的难题。现场人员撤离，各系统就绪。高速摄像就绪。数闪就绪。自动仪器就绪。准备发射。三、二、一，发射。大型运输机研制中，鸟撞正式试验50多次，仅在机头关键部位的试验就有30多次。他们不仅出色地完成了使命，还后续研发出人工鸟等一系列新的科研技术。铁鸟台是一个与真飞机尺寸1:1的综合试验平台，用于研究和验证飞控、航电、供配电、液压、起落架、机电管理等系统在飞行中的性能表现，是大型运输机顺利升空前最重要的试验平台之一。在台架构建中，主管副总设计师李振水打破专业分工限制，运用模块化思想，将复杂的铁鸟台分解为结构相对独立、功能相对完整的6个模块进行设计和加工。经验丰富的铁鸟专家常俊霞采用过渡连接设计法，将台架的设计工作大踏步推进。变形机翼设计是铁鸟台搭建的一个重大难题。如何让硕大笨重的台架像鸟的翅膀一样自由飞翔？技术人员都没有经验。这个实验舰太大了，一展就20米长了。我那没有谁做过这件事儿，风险非常大。当时我们也是组织院里，我们有搞强度的、搞结构的、搞系统的，都在一起跟我们唐院士在一起讨论。一份感情的投入，有了这份责任的话，不管再碰到什么，一定把国家放到第一位。我们就是干航空，航空报国不是虚华。2010年12月30日，又经历2年的连续奋战，大型运输机研制全线完成了首架飞机的结构发图。这是力血宏图的4年，中国航空人以蓝天作目，用智慧与奉献勾勒出一幅美景宏图，创造出无数的研制奇迹，在助大国重器的长征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时代之巅，长你在梦想之岸，叹你乘坐坚韧壮怀满满，爱你胸藏天地之胆，勇敢
翻腾飞，上墨苍苍，下湖漫漫，美在真挚如烈，不羡。